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烧了整个沙漠。我认为啊，就是我要做更多的旧歌。你看到吗？新疆胡代木肯定有30多年的历史，而潇洒酒一回也不短啊。就是这个青花瓷太年轻吧，可能也是因为我的粉丝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好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找老歌。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平台的推荐而且那个收益的计算现在越来越不靠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开始玩头条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推荐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我曾经试过一天晚上我的视频有15万的播放，它的推荐量肯定是我播放量的10倍或者是更多了吧。而后来过了新人扶持的瓷器，这个推荐肯定越来越少，这个我是理解的。但是我看看我以前的视频跟现在视频同样的播放，那个收益也差了很多，所以我也不知道原因了。你可以先看看。哎，跑什么呢？那你不妨看看呢，不过是去年11月份的视频了，就只有425次观看，那失败的播放量可是有 4.34 的收益的，这个正常啊。但是你可以看现在的视频啊，500多次观看了、那收益只有啊 0.92， 那是不是这个平台给出了收益越来越小呢？这么小播放量呢我们不说，说一些比较多的，比方我以前的我爱我的祖国，你记得吗？这个的播放量实在很高的，是6.1万呢、你看我有多少收益吧，看到吗？264，对吧？这个播放量是值这个收益的。最近我有个很火爆的视频呢，就是这个新鸳鸯蝴蝶梦8.4万的播放，看到吗？只有64.55，播放量比这个我和我的祖国更大，但是收益就只有1/5吧。但是平台习惯怎么做就怎么做了，这个我也没办法了。最近我这两个视频呢，这个新疆蝴蝶梦，系统给我的推荐量也是不小的，30多万呢、潇洒酒一会也有30多万啊，看到吗？但是后来上星期我做了这个青花瓷，结果何时惨不忍睹，推荐量只有5万，播放量自然很小，就有2000多，那收益更不用说，7块钱。当然我不是靠这个吃饭，但是你看到这样的数值，你知道我付出的跟我得到的都不成正比啊。你看到吗？新疆胡代木肯定有30多年的历史，而潇洒酒一回也不短啊。就是这个青花瓷太年轻吧，还好我的学生也建议一些旧歌给我。欧阳菲菲你认识吧？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他厌倦了我也要得着我，他也会把握这把爱情的火。今天开始我就要把这首热情的沙漠改变成粤语。好了，今天我的分享先到这里，我是卡罗斯，喜欢我的视频呢请你关注点赞及转发，再见。